喽，大家好，我是长根，欢迎收看这期的跑男来了。在这一期奔跑吧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嘉宾是为大家送去了鲜花和祝福，而在当天节目录制完之后呢，我们跑男来了也准备了一份当地的美食以及粉丝留言点单的宵夜，让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得到了品尝宵夜的机会，而他的美食排行榜又是怎么样呢？我们非常欢迎九州，现在是宵夜时间，好，罪恶时间，找了几样当地比较特色的美食，然后我们品尝一下。好呀。你平时吃宵夜吗？是。一周吃几次？很多次。哦，那会吃什么类型的？炸鸡汉堡。所以说就是没有来德清嘛，来到德清就有这么多宵夜可以吃了。现在最先要品尝的是一个叫做下属湖三道茶，它是非常古老的迎宾待客的礼数。哦，它有第一道茶是甜茶。甜茶，这个对，完了，你们就应该先泡好。没想到我泡个茶这么狼狈吧，能把桌子掀翻。哦，这个好像雪饼的味道，这很适合当那个甜品什么的，很好喝，很开胃。第二道茶是咸茶。咸茶，这个要小心。哇，成功了。是那种酸酸的咸咸的味道，因为它有陈皮的味道，哦，还有盐，所以我就觉得它和盐汽水一样。还是甜茶比较好喝，我觉得比较合我的胃口。然后第三道就是清茶，就是这里莫干山特产的这个莫干黄芽。嗯，好茶。平时喝茶吗？不喝。很少喝茶。那喝奶茶吗？哦，奶茶可以。这个是当地很有名的干挑面，它就是当地的细面加猪油酱油，最好把那个旁边的小菜放进去，有雪菜跟笋。嗯，这个蛮好吃的。还有旁边的新式羊肉炖得非常哎，它不会一开始是汤面吧？哇，我以为是干拌面。嗯，很羊肉，它是那种长得很好的那种羊做出来的羊肉，就是羊肉的味道就浸到那个面里，然后搞得面都很有羊肉的味道，很羊。还有什么青团是吧？它有甜的，有咸的。这是咸的那个青团，我喜欢吃甜的。因为我一直把青团当作那种甜品吃。这个是茶糕，这个一看就很好吃，这个是我的取向狙击，它绝对是甜甜糯糯的那种。哇，它不是。这个就跟那个甜粽子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咸的是一个道理，它长得很骗人哎，我以为它是甜的，但里面馅儿好像是咸的，是肉。我觉得会喜欢吃肉粽的人会很喜欢它，但是我可能没那么喜欢吧。这是什么？豆干是吧？嗯，这是一个叫洛舍的一个地方，有洛舍三宝，这是他们的洛舍豆干。这个绝对很好吃。为什么每个味道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喜欢吃那种
酸酸的人会很喜欢它。另外一个是洛神肉饼，这个吧。对，我真的不敢说。它可以蘸醋，也可以不蘸，可以都尝。还有蘸醋。我觉得这个看上去真的蛮好吃的。嗯，这个跟我想象的味道没有差别，这就是那种我很喜欢吃的，就是稍微油炸一点的，然后里面有肉的，然后那个醋就很普通的醋，你要不想蘸醋就是肉味，你要想蘸醋就是有点酸酸的。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我是可以推荐的。这个是洛舍鱼丸汤，尝一下。嗯，我其实蛮推荐这个菜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瘦身啊，这个还蛮清新的，而且不会长胖，我觉得这个蛮喜欢的。这个一定很好吃。嗯，这就有点像地瓜干的那种感觉。我推荐三个吗？嗯，排名的一二三。Number one 是这个肉饼，肉扎实，而且它是油炸的，我很喜欢。而且它给我了一个选项，它不是把醋淋上去，它是可以蘸醋。第二名我选这个笋干花生，因为这个我就是很小零食的感觉，而且甜甜的。第三个我推荐甜茶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人会喜欢的茶的味道，它是那种甜甜的，如果要不加糖的话，可能就是那种糯米的味道，我觉得蛮清新的，所以我第三个推荐它。今天我们问了一些你的粉丝，如果你请唐九州吃宵夜，你请他吃什么？嗯，结果当地的粉丝给你选了一道菜，我们等一下尝一下。好呀，顺便回答几个粉丝的问题。好的。妈，我粉丝究竟选了什么？这就是粉丝给你挑的夜宵。谢谢我的粉丝朋友们，让我在晚上吃这么油大的东西。但我个人是很喜欢吃小龙虾，因为小龙虾是我每次去长沙露营的时候一定要去吃的。我先吃一个龙虾哈。你边吃边问吗？好的。第一个问题，之前给粉丝画了很多饼，承诺了很多，yes， 比如说200万的粉丝福利，嗯，环球影城的 vlog， 嗯，请问有没有打算？下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每一个产出的微博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我都很用心，都当做粉丝的福利了。所以就可能就无暇顾及200万的粉丝福利，然后而且眼瞅就到300万了。那我觉得300万的时候一定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平时会偏向点外卖，还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会去夜市啊去吃这些小吃？去夜市就需要就是付出时间成本，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我就基本就是点外卖了。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最近我去了那个北京坊，里面很漂亮，然后是那种有点像文化创意园一样的，晚上去溜达溜达，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今天录的是一个鲜花特辑，嗯，想问一下会送妈妈什么花吗？因为现在外卖就很方便，上面就写什么生日惊喜，然后会挑这个花送给家人，可能会推荐这种鲜花，然后基本都会在上面买。所以你自己内心没有特别的，比如说是玫瑰呀、百合呀？我其实不太知道啊，但我觉得送家人可能康乃馨吧。送心仪的女生呢？比较阳光一点的，比如像那个小雏菊我就很喜欢，然后还有向日葵我也很喜欢，可能如果送喜欢的人我会挑这种花。那今天录跑男最主要是想玩什么？其实啊，我没有那么喜欢撕名牌。我很担心自己没有那个实力能撕到最后，可能很开始就 out 了。所以今天玩的游戏我都蛮喜欢的，比如说一开始找那个卡片的拼等式的那个我都很喜欢，包括指压板啊，也是跑男一大特色嘛，所以今天也体验到了，都很好玩。刚才那些菜之后我们都会吃掉的，不要浪费。来，
老师们辛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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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啦。好了，以上呢就是美食品鉴的部分。很多观众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说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花絮，马上就送上，请来领取任务卡。好嘞，明白。抓鸭子。抓鸭子。这是套脚上那个吗？这是怎么抓呀？怎么抓啊？先摇骰子，再看颜色。哦，这是骰子啊。四名女队长依次掷骰子并喊出口号。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喊完口号之后呢，根据骰子的颜色抓到对应的鸭子。抓到一只得一分。每个女生有三次机会，抓住一次得一分。你可以吗？你先练一练，你先练一练。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是哪只？行，那行，没事儿。春江，春江水暖鸭先知，你就正常说，咱不行粤语，我们都行。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普通话，还普通话。不不不，你让人说完，你干嘛？快点说完。找到哪只是哪只，找到哪只是哪只，找到哪只是哪只，更难是哪只。那就祖儿你们组先来吧。我们呐、啊，打个样，打个样，哎，给我们定个标准。来定个标准，耻辱线在哪里？春江水暖鸭先知。其他组的六位男生请就位。准备好了吗 ？Yes。春江水暖鸭先知，捉到哪只是哪只。捉到哪只是哪只。我的，我的。哎，小伙子，反应挺灵敏。很快很快。OK。春江水暖鸭先知，捉到哪只是哪只。怎么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呢？我的错，我的错，我错，我错。这个游戏好难啊！为什么这么快的？春江水暖。哎，这儿。春江水暖。这儿。哎，这儿。骰子在这我们都已经出现意念了，出现幻觉了，逐渐。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还带这样的，自己还没看着，自己还没看。嗨，嗨，哪只？嗨，这样的。这样你都看见了？你看了。我猜的，因为他刚瞟了我一眼。可是重点是这样都没有抓到，希望你都还不如不做这个弊呢，左岸老师，我真的好难，我真的太难了。左岸可能失败没有抓住，好呀，我来我来我来，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得，哇！太强了吧，百发百中。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开，等一下。跑不出来，乖乖乖，回来回来，回到我的锅里来。恭喜 baby 这一队抓到了三只鸭子。哈哈哈哈，手汗，手汗，有点滑。
可以可以啊，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哎，黄的，别闹别闹啊！是个白的，是哪只？是哪只？是哪只？这个绿鸭子好惨，多拉一只，就是得两分，得两分是吧？刚抓住了一只，然后有一只反应错了，所以得两分。对，这个游戏的得分点是我。对，是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玉红的，玉红的，玉红的。哇 ！OK OK OK。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玉红的，哎呦，玉红的，哎呦。远了，没错，挺好的了。不错，很棒，很棒，很棒。主要是那两分太迷惑了，就是白捡的。完了。完了，好紧张呀！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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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还摆造型呢，我天！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哪只？完了！太不绅士了，太不绅士，都不知道怜香惜玉怎么写。小童，我放点水，我手不放上面。这不至于，哥，我怕有点伤着你，我怕有点伤着你啊！一会儿扯鸭子，哎，我让着你啊！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这是啥呀？这掉了，掉了，掉了！哈哈哈哈哈哈！啊，这样的，我有队友啊！啊，是啊，这也可以。算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抓到哪只是哪只？但是他力气比我大。算抓住，算抓住了，对。算抓到了。抓到了吗？抓到了。煮熟的鸭子也能飞呀。对。哇！接下来绿队进行挑战，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怎么分啊？咋分啊？随便，女生第一棒，他脱了，来个第二棒，你跟我最后吧，行，那我们俩接吧，好。加油，加油，加油！手在上面吗？二，一二三，齐。稳，可以。齐。稳，可以。麦站直了吗？稳。麦走位。稳，是稳的，是稳的。好，我出来了，我出来也可以了。跑起来。一二一二一，可以了。一二，哎呦，完美。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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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稳的，是稳的，是稳的。一二，好，到了，哎，慢，一起往上啊，预备起。啊，慢。小同学倒下手。等一下，哎，一个一个倒。方法都不对。你先倒。我没倒，我一直在底下。一直在底下。来，往上抬，再来往上抬。有点往我这边。哎，有点往我这边偏。你先别使劲儿，你先别使劲儿。白露姐，你先别使劲儿。我没使劲儿。小同学，你把手倒了。啊，没事没事，哎 ，OK。等一下，好，可以 ，OK， 抬吗？一二三，抬喽。三二一，抬。来，好大力。抬，哦。哦，慢点。好，没事，用点力。用点力。没事，可以稳住。稳住，没关系。不是，我扛不住了，朋友们。扛不住了，朋友们，加油！应该没有力气了。对，太重了。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太重了。嗯。
你们3、2、1一块起一下吧。哎，对对，可以可以。我们1、2、3一起上去好不好？1、2、3靠上去。嗯。好，1、2、3一起用力倒就倒了。1、2、3。三，加油！三，加油！哎呦，加油！哎呦，加油！哎呦！哎呀，好球！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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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好球！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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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好，上去了，上去了！好球！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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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好，上去了，上去了！漂亮，漂亮，漂亮，漂亮！那卡到草里，卡到草里。我知道，我知道。往白鹿这边走一点，往白鹿这边走。等一下。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好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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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俩臂力好酸，我俩臂力太弱了。好，可以了，可以了，3、2、1，走。慢点，慢点，慢点，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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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小心，小心。好，前进吧，来，1、2、1、2、1、2。九州，你稍微松一点力气。哎，对，好好，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我这儿倒一点，往白鹿那边一点，往白鹿那边角度一点，对，往我这儿，往我这儿，往我这儿，往白鹿那边角度一点，对，好。换手啊，换手啊，3、2、1，换，换一格先，3、2、1，换，换一格先。好样的，好样的。你一个一个换，一个一个换。3、2、1换，3、2、1换。哎，好，我觉得咱俩可以抬。好，走了，起一下，3、2、1，直接起，起，慢慢慢慢慢慢，起，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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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换手了，换手真的。那就这样端一次试试。那不就还是再端一次？端一次，可以。好，来了啊，来，准备。等一下，一，下面两个，1、2、3，走，还慢慢慢。小心，小心，小心。还慢慢慢慢慢，不一样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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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谁高？你高，你高，你高。我高，你高，你松点力，你松点力。坤儿，你高了，坤儿，你高了。好，一，松点力，好，好，一，好。1、2、1，你们直线腿，1、2、1，1、2、1，1、2，步子可以大一点，没关系。平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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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慢慢的往这边，没关系。1、2、1，可以，可以，可以。1、2、1，好，平移，好，到了。小心，小心，小心。3、2、1，走。慢点，慢点，慢点。哎，走。慢点，慢点，慢点。哎，往导演组那边歪一点点。角度，别往后了，小心，别往后了，往后了，往后了，走，慢点，慢点，慢点，往我这边来，哎、慢，慢，慢，不着急，往海那边，好，放下去，放下去了，扶着，扶着，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慢点，慢慢，慢慢点，3、2、1，走，不，走，不，你们导演组那边你们不水平了，往导演组那边你们不水平了，要挪下面，要挪下面，挪下面，挪下面就好，好，好。差不多了，慢一点，差不多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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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微调，好，别动，别动，可以，可以，好 ，OK， 下一位 ，OK， 往这边吗？往这边，这边，这边，来，往左，往右，往这，往前，往后，这边吧，往这边吧。对，你们这个是前，这个是后吧，统一一下，不然1、2、3，抬，抬，抬，可以。1、2、1，往前走。1、2，好，可以了，可以往王鹤棣那边了。好，走。1、2、1、2，1、2，快点，快点，快点。1、2，快点，1、2，1，小心脚下了。1、2，小心。弟弟，王，弟弟，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好，可以。好，1、2、3，抬。哎，你别碰我！我前站，我前站。哎，加油！加油！
赢。低了一点，我低了一点是吧？低了一点。没事，你们就稳一稳就行了。对。来，各就位，各就位，各就位。你们俩 OK 了吗 ？OK 了。OK， 好。来，一开始。二三，起。哎，慢点，慢，可以。起。哎，慢点，慢，可以。好，不着急，不着急。Do this， 倒两回。群魔乱舞。小心脚啊！一二。好，往那儿靠近一点了。停！往那儿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嘞，慢慢学啊。好，一二三，起。很难的，这一下最难。你看他的筋都出来了。抬，慢慢起。抬，慢慢起，慢慢起。抬。等一下，有点偏了，有点偏了。别动了，等一下，有点偏了，有点偏了。怎么样？好，放，改都放。好，稳住！好，稳住！砸过来了！稳住！你俩躲开吧，我砸着人了。稳住！可以，完美。让他稳一点，再慢慢推。轻。可以。松手吧，应该可以了吧？整理一下。不，你再调一下18，调一下18。对齐。慢点，还差一点点。弟弟，可以。好，可以了。可以松手。恭喜绿队挑战成功。不是说那谁会杂技吗？我记得你。哦，我会杂技，真的，杂技，我会反手套头。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啊？可以啊。可能一生只能尝试那么一次。那我就算了，我这个胳膊。那我先看一下，看一下。我。我们这个西装可能不太方便，就是肩膀这边有点紧。你们没有一个计算符号、啊？没有一个计算符号、啊。我们这个队要被拆散了，凑不出来。看来只有我能撑到最后了。我都不看你们的，就这么有志气，我都不看，我都不举报，对不对？咱举报那干啥呀？是不是？哥就这么有志气，就这么有刚。就找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我们没有符号、啊、没有符号，我基本上就输了。哎，没有符号啊？我们有哎。我们好多符号啊，我们晨检都有呢。哟，我们还有括号呢。哎呦，还有括号啊！这个游戏真的，这游戏不公平啊！这游戏不公平啊！厉害！我要看看凯哥拿了几个。败给了英文不好。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奇幻谷中的月季园，每年的4到11月，各式各样的月季花都会在这里争相盛开。那我就想知道这个跟月季有什么关系？这也是美丽的月季花吗？小竹笋是月季花的孩子。小竹笋，刚刚还在谁张口就来啊？你听听是一个品种吗？同样，这一项队伍当中排名2、3的队伍将面临拆队的风险，请来领取任务卡。去吧，队长。我不那个。陈哥去。对，没人去。都没有人拿了，你自己你不想想啊，长点心嘛。康乃馨的花语是祝福和感恩，雏菊的花语是纯洁和和平，薰衣草的花语是上次那个题目。薰衣草的花语。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呀？
那个什么来着？贪恋不是暗沉，不眠，等待爱情。哦，这是我们打过的题目，输的都不冤，我们。沙哥好。嗯。我想说，现在有首歌送给你。别忘了，是我们接受的。我的意思就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好好唱一堆人。必须得给我唱感动了。好好唱，就这个。你说怎么就这么巧？不，我现在要流出泪才行。我闭着眼睛听，好好唱，好好唱。爱就像蓝天白。就听那个，换歌不行。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堆人。如果你睡不着，记得听周深的歌哟。你试过平台吗？试过一次。现在应该没那么夸张吧？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以前那么。现在老了。不是我说的啊，各位。对，成熟了，成熟。大家撕一块，我就躺着。就是，来给你撕，给你过个瘾了。白鹿 out， 还限定皮肤呢。这个我要拿回去。你们组也太厉害了。你们 James 也很厉害。我是被谁念的？你吗？啊，是你吗？是，我只念了两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但我觉得大丽花，大家应该反应不过来。当时在二楼，然后对，你们在三楼，对。然后看那个玻璃，然后。但我觉得我捂得很严啊，没捂住吗？后背没捂住。对。我还一直这个姿势，没捂住。笑死，没事，一个队了。哇哦，黑色的。呀。这个真蛮好玩。还蛮好的。Everyone seems nice。我很喜欢 ，I like 李晨。李晨，我喜欢他。He will take care of all of us。他有这个照顾的感觉，但是平时我是比较 nerdy， 所以 to 帅帅 is really hard for me。And you know me， I'm just kind of like 接地气。接地气听不懂是什么。接地气 means down to earth。I guess so. Yeah, that's me all the time. But the shuai shuai, like, yeah, like this. I get tired after maybe like two takes. 感谢奔跑吧给我寄过来的鲜花。没想到我真的能成为当中的幸运儿。Hello， 奔跑吧节目组，非常感谢能收到你们送来的鲜花，在这个普通的日子里还能充满仪式感。陪伴奔跑吧很多季，感受大好山河，领略风土人情，赞颂最美年华。看到大家非常畅快开心的玩耍，我们也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从第一季一直追到现在了，每一季节目我都会看，非常喜欢奔跑吧。在这里祝奔跑吧越办越好，浪漫如初，乐乐逍遥，奔跑不停，爱你不变。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办越好，希望以后每一年都能看到大家。我们一起奔跑。 It's a beautiful world。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相信各位啊还是没有看够，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周五的晚上奔跑吧正片也不能错过。我是长根，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